那么小马索就又来上新了，来看看 YLK 风的修正带，每个图案都很米粒，嘿嘿嘿，还有奖状，看看这次谁获奖了。这次的新品胶带是小学日记，都是一些在学校的日常，你们看看有没有一些熟悉的画面，感觉马索姐好像作业很少的样子，好羡慕啊。有一说一，还是熟悉的感觉，即刻来做一篇排版。So lovely, they so lovely, are they winter?